干咩？忙起啊，金龟波金龟。哦，水啦！好刚才拖开无开开啊，我开开就买伊啊。哎，来蛤蟆五只龟，要吃蛤蟆？有啊吼，有啊，我收起啊，嘿，看龟来个落去来，好，还要吃红的，好。来，这里三个。蛤蟆稍等一下啊，蛤蟆马上给你们哈，后面装一下哈。七个，八个，来，上面加红梅，不要吃红梅，我没叫你买，你听得高兴，你听得喜欢，你再买。一包两公斤，起价卖600，一公斤300，不贵哦。大斤才卖800，两公斤哦。贵包拢卖你，唔免600，免500块，一个人可以换一包对，对黑、对沙、对叉，唔免500、400。来300了，300块来，一人一包两公斤，来300块。好啊，你讲好，我收台了，啊，我收台，一包300块，你买袂掉来。红梅贵包拢我哩带300块来，我有三无关的红梅，贵较紧的300块，红梅拢换吼。好，谢谢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来回几百，最后一客也无啊。来五个客人，来200块，700块完。200。好，这百不用200了，拿100块，赶快。啊，这包在一起就好。嗯，来来好。好啊，最后钱。好啊，上来。等一下我找钱哈。啊。外线。没有了。哦，来。继续，还有什么？来，我拿一下茶工，人无伊啊，算你画画啊，我人我做一照啊，看来在，可以等来，可以等来，你也袂卖，看你要等来搁吹，你也要学一下，我安尼啊，伊也袂卖对吧？这最好千万对不？嗯，哈哈，无啊。汤哥，你刚有给他集中了吗？2片啊。要吃鳕鱼的钱拿好啊，来500块。应该啦哦，应该是3位客人而已啦哦，没有鳕鱼的啦。应该是3个人去买的，对啊，无啦。中哪位的哦？较恶心的哦。哎呀！你叫啊你？我听到谁啊？会好吗？对啊，没有了。抓好嘞。要五袋呢，进来两箱。无啊无啊，算你，你唔免金钱啊，唔免看，唔免看，人诶啊，人诶。要一袋一天咧。要几袋？唔知，7袋。无啊，拢五袋呢。都一样哦。没有，捡起来哦。没有，你不用包，你那边有一块掉了。来，我包来，搁一袋上诶。好漂亮的。来，葱抓饼来。哦，已经葱抓饼已经足够无人问啊咧，是咧葱啊，恁真皮肤拢足好个呀。暗时啊，拢唔免困啊呀。我讲暗时啊，也困袂，一包你一定爱买。无叫你一定爱吃，但是你也困袂，足好用。暗时啊吼，困袂去冰箱了一片片，贵宾大了30秒来水果哩，但是你也通问什么？你问伊门口遐大咧，门口大感冒诶。啊，到有一点一定爱乌坎。啊，无无，我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真正好吃。这一包1.5公斤，做大包，无人做啊大包，因为伊真正好吃。2包卖400，2包卖300。要吃葱抓饼，200块的，200块了。不是一包哦，2包都给你了，真正好吃。来200块来葱抓饼，有人要煎无？来200块，来有人要敷脸无？这个葱抓饼200块来，赶快，200块来，葱抓饼200块，来，不是还有很多吗？葱抓饼。来，最后三个人客，各有三包变成葱抓饼来搞定。来200块，来问一下啦。你这世人也唔捌食过葱抓饼，也唔捌用葱抓饼敷脸过下去。我你试看卖啊。真正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来，小家庭没有买过的来试吃，一人一包。来200块了，一包嘛是200。好，谢谢各位。100块来给你。钱已经买紧嘞啦，买个门啊啦！哦，那一份水你就听我话就对了。来100块，这要真看卖无？真正好吃，100块唔免淋啥物物件，唔免蒸两下啦，就安尼蒸就足好吃啊！来100块来，葱抓饼100块，通通有了哦。好，谢谢，就3包啊！我本来买1包的，时间表你切切啊！来，卡拉鸡腿堡来。欸，你有啥物件？你甲我点出来，我无卖，你还去甲我讲啊？来。
卡拉鸡腿堡，这鸡腿啊，鸡腿堡啊，这细的啊，太清爽了，你回去哦，煎一下，气炸锅一下，真的很香，这个不会辣，足侪人家哦，看了我开这开，我囡仔唔敢吃啊，谁唔敢吃？嘿，足香的，今仔去一包袂香，人客，恁家囡仔佫唔吃就对啊，甲挂嘴，来，有要吃的，一包唔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块都。卡拉鸡腿堡，最好吃的，没有骨头了，而且不会辣。我来买点钱，都吃完了吧？飞机爸爸姐多少块呢？来，这样一包买三百，来两百刚好靠二九九，都吃。今天看我，啊，老师呀，老师，这个叔叔要加一袋四啊五嘞，一包有十片呢，卡拉鸡腿堡原味哦。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一人一包卡拉鸡腿堡，真正好食，两百二。那你是做好烤肉呀？平常时啊，拢免煮饭个呀。来两百块卡拉鸡腿堡，一包三四百块的卡拉鸡腿堡，两百块贱价卖你，一个面俩哈。好，来，你家拢无囡仔个款，还大人佫袂啉酒啊？啊，袂配烧酒啊，真容易。来，托特来，他带点托特，咁够会食。我多我物件只啊足济啊，我多现吹开啦。然后要吃系五百块多，五百块，有啊，因为遐强。我七点就给出来面，来托特五百块来，来三条你来，来四条你来，想要吃托特个？都吃要托特个，走未？现在晚上都在哪里啊？无大地，无大地，啊！不过这种吃袂歹，你这等于甲真话紧。来，这样拍一盘，四条哩，五百块。一二三四，五个客人哦。想要吃特特的，免五百，免四啊，五四百，来三百，三百块来，土托鱼三百块。无半下吃特特哦，我当到。啊，恁真正当到土托一个，出毛八十块，袂晓买啊。来三百块，最后四个客人了，土托鱼三百块，来小姐要来。我偷抓火，给他洗一下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三个人给托特，三百块拢完了吼，托特。来，等下买三百吼，互你买袂掉啊哈。来，等下要吃鱼块，绝对是上好的，几包把它省钱买的人给。来，什么鸡块？来，我唔是无鸡块啊，都有鸡块哦。来，这是蛤蟆，刚才谁买的蛤蟆？没有啊。来蛤蟆啦，来，蛤蟆刮过来。来蛤蟆来，蛤蟆刮过来，来蛤蟆抓三倍喽，进来哦。蛤蟆为什么会这么？那是五十块的哦。哎，我的乖哦，要我包啊？中华伟，一九九一。好哎，看你要像不？阿贵阿唔敢讲贵。啊，无啊，这个干阿阮哥干的啊呢。嘿，有影。恁做干阿哦，吃美股哦，唔加钱的那种的。来，我们讲薄皮鸡块啊，里面有附蘸酱，而且超好吃的。来，两包三百块，谁要赶快存起来哦。无啊，我搞花花完了，要讲虾啊，好，我带水果啊。我来讲，两包买三百，我大家拢买会到，开三百，开二一百，开二一五就买无止两包。来，两包过来，薄皮鸡块，两百块，超好吃的。来，两包过来，赶紧，薄皮鸡腿块，这是鸡腿类做的鸡块哦，多好吃哦。来两百块六个客人而已，动作快，然后嘿，来，欢迎帅哥来，来两百块来，薄皮鸡块来挂钩，来两包哦，不是一包哦，两包哦，来我拜来，超级帅哥的来，来谢谢，来两百块薄皮鸡块，最后两位了，没有了，薄皮鸡腿块，两百块还没有买到的动作快，另外啊，来鸡块还是回到原本的位置，帅哥来，来两百块最后一个人给无啊，薄皮鸡块。真的好吃，气炸锅用的很多。来，冷爆锅弄没了哈。好，来，你们要什么？赶快讲。讲好料呀！讲好料呀！要烤肉不？有人要烤肉不？来，外公讲较好的。美国安怎？美国 CH 板腱牛排。CH 板腱牛排，你捌听过啊？哈。CH。外公哦，这一包就五百公斤啊，较要一斤重啊。爱卖你四啊五二啊，来两包一公斤，爱卖你九百二啊，唔免九百，唔免八啊五，唔免八百。我跟你讲哦，没有几个客人买得到哦，两包一起卖，一千。哪个人客？唔免一千开九百，来八百六，真叫做水，真的很漂亮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什么？哦，阿杰买做水。Premium 是最高的。哦，让我你看下，第二就是 Choice。来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开八百。
然后七百了，百老妹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美国 CH 板件牛排，来500块，不会卡紧的，真正好吃啊，瑞哈瑞真，来500块来，六位而已，赶快拿起，来我前面500块，来500块来，这不可能，两包一公斤卖你500块啦，至少要700-800块了，来500块，最好两个人给，不免着下手，拢准备来啊，拢来啊，别平吧。来，你有想要吃的较紧的我，你也买哪件？这我无常常买来，因为这500无遐俗的啦。这金白白金错啦，来500春节人给了。来美国 CH 板腱牛排最后一个，来500块。卡拉鸡腿堡下面那个逆上来呗，阿伯吼，来500块拢完吼，我去。哎，鸡腿堡有无下面啊？有啊。有啊，有下面。来，包。来。你没有买到牛排的，你小家庭，你们家没有吃牛，只有你一个人吃牛的。来，我一包牛排哦，但是我3包俩，一斤要几呢？一包400，3包来300，赶快小伙子，3包俩，3个客人都有，来250。250。你们吃一包的毛病，来250对了哈，来赶快收起来了。卡拉鸡腿堡。来卡拉鸡腿堡，你我不是多个花料呀？大哥多来啊！来，没事吧？一包350-380，不贵的卡拉鸡腿堡原味哦。来，200块来。200块。剩3包两杯，较紧的卡拉鸡腿堡200块。2包。来，再一包。来，阿姐买2包。来，卡拉鸡腿堡，个人要吃无？来400。那不贵啦，真正好吃。200块来卡拉鸡腿堡，还有人需要吗？都有了啊，恁大家买啊哈。来，多利鱼来。多利鱼开300块来，2包做一杯。好。无饲无骨无皮，要蒸类、烘类、煮汤，哦，类煮埋拢好食。一两三四个人客，一个2包给你哦，免500，免400-300，来200块我，200块来，4个客人而已，多利，来200块，赶快啊，这肉真的很细啊，没有刺，没有骨，没有皮啊，来200块，最后3位了，多利200块，来前面再一个，帅哥，来200块来，这真的没有刺哦，你如果不会煎鱼的话哦，这要沾一下粉，因为一把青椒就弄就有了，来200块，最后2个客人。拢准备了200，春节两日无啊！你我来公斤的，真正无啊，不是假无啊！来，还要吃鲑鱼哦，哈，鲑鱼给它找出来，来，这边大型的话，哇哟！上海豆腐，来，有要吃白带来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我，正中空，来，爱吃白带的来300。这边一个鸡排啦，就一个人给吃无？来300块来。哎，你们爱啥？我讲小刚下无？哦，小刚带来话啊。黄鱼啊、哦，来300块来，不是的，来300块来，白带，哎、欸，阿龙不然要吃白带，这白带都水嘞。来，叫姐妹话来300，Hello， 有没有吃饭？这真好吃，我胖的。快讲啊，要聊聊一拜托啊。资讯是打到告。一、两、三、四个人去，去等于加钱，真好吃。胖公，我问你，没300你啊？来200块。200块来白带，200块就切两块来白带，200块好像是吃的，你讲我个歌路哦。来200块来白带，最后三个人给白带200块，拢准备了呗。白带中空，200 ，Hello， 各位来要整白带不？200块拢歪啊！来哦，谢谢，安尼要收来啊，白带，感谢你。你看这铁饼安尼遐，你遐搞这好吃，不过还卖得完。还只有一位，好，谢谢，来。桂花酿排骨来，哦，别喊麦来，喝料的来，一盒160、180，哦，这喜喝啊，哦，你回去直接下去烤，直接下去炒就好了。几克哦，8.7×1.0的桂花酿排骨来，我要吃，敲鬼来啊，我来敲鬼啊，来，我要吃500块啊，桂花酿排骨500块来，500块来，500。哎，有人要吃桂花酿排骨吗？不如我较早买白带，第一天用4-500块，来切两包，你等于下去，等于蒸，等于擦，来500块招头一个人买只来桂花酿排骨，来500，来500，来500，500要咱金钱哦。你看啦，咱要吃，唔要好干安尼。哎呀，哎，该做大声呀，要安怎？桂花酿排骨你拿得到吗？来，这两天去对行看嘛，卖500，但是钱点啊紧嘞，开400，来300了，300块来，桂花酿排骨，300块，少一个人去饮钱，到你是拢无要行卖啊？
今天三百块钱呢，这两三十五个人客来两百块，团队来两百块，桂花酿排骨两百，无半个台湾袂杀啊，吃啦啦，代志大条啊。这客起来袂无半个要做老鱼。来买一盒，买一盒，买一盒，试试，下次来就是一份五百了。这一盒不用两百，这一盒不用一百八、一百九、一百五都不用，来七八盒啊，都这两杯其他等于七角换买桂花酿排骨，谢谢大家，我收起来了，我七价嘞，其他七八盒要七价嘞，来小姐要来，赶快七八盒都是桂花酿排骨，一个要吃，一个要七价了哈，来。今日七百块两，桂花两排骨。我今日无要等，我就甲你通。七百块，够三百块了。来，小姐两个，赶快。来戴眼镜的小姐，去哪里下载点电？我说真的啊，这个买一盒你会后悔。小文，假不搞了。手机拍的话，手机就能。来，七百块两 K 了哈，桂花两排骨都有了哈。这就是武器的那个剪完片。在干什么？后面是不是都还会有那个？城市的 logo， 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虚度人生，你上传 YouTube 之后，哎，太点名啊你啊！人家植入性 logo 的那一片再卡掉就好。来，一五百过来，你到你家。来五百，来两叠，来三叠，来四叠，来谁啊？来这边，来两个就好了，好了没有了？两个就好了。来一五百过税吧，这挺贵些的机油，真的很漂亮哦。来五百块来，三百买着。所以我今天不回家。来看柜，来冰块，抓柜柜。阿姊来，小姐。要吃小卷哦。有音乐就吃小卷，不要离开啊。来，阿少来一道。丫头那边音乐唱不停，那就表示他整天支援一下冰岛这种电视都没有盈利的。来，要吃蛤蟆哦，蛤蟆够足多呢。哎呀，我已经教了你们这么久，都还搞不懂。我这边对啊，家人哦，好了，家人。哎，阿三无买着机也能办好啊。来，今日钱无啊，来，好啊，后边后边后边，弄弄弄弄。什么会啦？好啦，我挂啦。来，爱吃虾的六个人可以开三百，来两百块啊，来两百块。要吃虾子的动作快哦，海北。来，这样每几分两分都不要紧。来两百块来，要吃虾子的动作快。这盘我可卖不了人啦，五个人可以吃两百块，四个客人吃，这里通通给你们四位哦。哦，你啊爱吃虾，加买两分啊，你忙真正买几分？你八个要吃两百块的虾，我是不来保证你一一个吃，会不会哦？这虾大尾唔细尾，我来两百。先去睡觉。几个买？台北虾两百块拢买啊！来这一盘四个。哦，这一盘四个，啊，你看有超过甲报告。来，小水要这边玩。来，啊，要吃三百多的，卖买五百，三百多卖开四百，来三百块啊，无次的哦，无次的哦，一条在百二百三来三条四条哩，买五百买四百，来三百块上面吃许多，这条搁旁边五条哩，来三百块，无次啊，无次啊。这是无刺的虱目鱼肚，来三百块来，多起也三百多，够人要吃嘛？来三条、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三百多，来三百块来，当作我阿文这鱼肚你要卖完啊！来三条、四条，来五条哩，来三百多，来三百块，赶快、赶快、赶快！来三条、四条，来五条哩，来三百块，来，还有三百块条鱼肚哎！赶紧、赶紧，来三条哩、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来三百块，来虱目鱼肚，哎，都拿到了没有？快点快点，还没有拿鱼肚的动作快啊！来四条，来五条，你来三百喉咙快点哦，四位度，最后一位了，真的是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我要画小灯啊哈，你们照哈，可以画掉，准备画小灯啊哈。开始最后一个人给鱼肚啊，来三条四条来五条你，好啦，很久很久，多多喝完爽。来小哥给几块哇？阿兵给几块哇？来要吃黑鱼的，卖买五百，黑鱼卖开四百。来要吃黑鱼的，来三百块哇，两个人给你，两个客人而已，动作快。大哥，你要几位？两位。两个呀。两个呀。来五百哇。没有。我落个一包了。OK， 来黑鱼全包，最后一个客人。全包。来小哥来。阿兵无对来呢，五百三块啦，来毛豆上面。
来，我要吃小卷啊，免一千啊，还八百拢免啊。来，500块都爱吃小卷的，加手干面的。来，500块来。来，啥要吃小卷的金钱？来，500块。还要吃有两个香芋嘛？爱讲哦。诶，小卷本来要叮当的哦。来，500，来收钱。我这一盘哦，不用卖三个，1500。这一盘卖2个就好了。来，想要吃小卷的，加手干面。来3个。来，500块来，直接给你们，不用等。来，500块来，拢无人啊。哦，这小卷鲜度水无？超漂亮，这几只这一期来4个，500块而已，行啊，来500块两片，好收钱，来5个，收钱，来500块来，没拿到的等我，来500块来，赶快，一样2个客人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不要不要这里的，来修哥，各有三分关的，还一个谁？不是5个吗？来小哥来，钱都无代志，你钱都无啥代志呢。来小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500来，小哥500块来，赶快，还没有买的，还没有拿到的，来500块我会抢。评价是有些小哥超漂亮的，来500块都拿到了哈。来大哥来，光进。来客人无买到小哥无？有啊啦吼，拢关掉吼，来500块来，一样2个客人买，来小哥500块来，小文真的漂亮，真的新鲜，而且现在小姐不可能这么便宜，来赶快两个来500块，还拢有买了吼，小哥，好谢谢你们，来喝阿哥过来，别讲那位来，金鱼哇，黄鱼哦，好啦黄鱼好啦，哦黄鱼干锅啊好，黄鱼干锅啊，来这小饼干啊。内皮免烦恼啦吼，内皮这足厉害，我计先起来来，黄鱼500块两个人给你，无啦没有黄鱼的，大吃的，500，来阿哥我还要准备一下，来500块来，好，无啦两个人给，拢装好恁哦，水哦，这黄鱼不会那么便宜的啦，3-4500就可以买的啦，还会我发你别多，欢迎嘉宾老师，嘉宾给你们买一下啊，来，我阿姨我来。来，要吃劲辣鸡米花哈，超好吃的。这恁在讲的盐酥鸡啊？现在国中生，但是这盐酥鸡吼，足香哦。国小生，它是香辣的咸酥鸡哦。我都会就一包啊，这一包你要1公斤，而且没有骨头了，没骨头啊。来，我要吃，恁五百，恁400，来300块。劲辣鸡米花300块拢有啊，刮起来上蛋钱啊。OK， 走未啊？一包卖你300，已经是行情价啊！一包卖袂，我请你来300块，这样摕两包来，劲辣鸡米花真正好吃啊！来300块来，赶快不是一包哦，2包都给你了。来300块，真真正正气炸锅，吃七得得啦！来300块，真正好吃啦！来好三回啦，你咧，还用干咩无咧？好三回咧，来。劲辣鸡米花来300块，一个好香啊！一个好啊，一个好好年啊！一个好到好年，来300块来，来300块来，你到底是几个？什么一个？搁一个？我看，我听，我顾在你。啊，两个打等级啦。一个搁一个。国中文章。来鸡米花，客人无买到吧？大量中国用。哎，真的很香。大哥你来啊你！哎，卡拉鸡腿堡大哥来啊！哦，不是啊！哎呦，我有生到足旁边嘞！啊，不是啊，伊讲不是啦。来，小心吧。拍摄，拍摄，拜。